刚才我们已经走过了吊桥，大概花了整20分钟就走完了整个短短的300米的吊桥，虽然是不会像以前这么样，以前的吊桥会比较长一点，现在比较短一点，但是还是一样的，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好。现在我要带你们去这个新湾，就是有水的地方叫新湾。跑森林就是这么样，唉，短短 OK 啊，不像以前爬大汉山这样爬得要生要死，现在 enjoy 一下就好了。等一下看一下那个马来人有没有在那边游水啊，如果有的人是最好，我们可以一起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晚上看动物的啊，看得不嘛。
Hello， 我们现在呢是，不是我们是我，我现在呢要去这个新邦，从这边去大概是1.3公里吧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山水河，可以去游水啊，这种之类的东西啊。等一下你们去看了，你们看一下那边的水是怎么样清晰，好。这条就是黑河了。 Thank you.